王大娘打小孩不犯法吗？我问过他，我说你到底是叫你王大娘还是叫你打小孩？他说叫王大娘吧。 传染病，传染病，传染病，再传染病。 没办法，马尔扎哈好像只能推线，右边插个眼儿吧，防止这螳螂赶开我们。 放个小虫子，传染病，抠一下。 哎呀，传染病，再传染，抠一下沉默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沉默。 呀，这是来人了吗？这光头走位不对了啊！马尔扎哈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主义。传染病，沉默，这小子们愣合着呢，一顿追呀，他都不往后走。沉默，回点蓝。 就别用了，吃个药，打我小虫子是吧？ 沉默，螳螂去野区是多少血呀？啊，蛮夷，算了，血太多了，不好杀。我们六级之前击杀其实没有啥击杀能力，抠一下。 马尔扎哈现在负 W 呢，负 Q， 平 A。这一波兵能给我回不少蓝，应该负 Q 啊！致命点燃沉默，哎呀！ 别急啊！一滋，放小虫子，闪现！哎呦我，他闪都没用，可恶！ 出个什么呢？蓝林汉的苦楚，我咋不着呢？我就不乐意放，不行吗？
我就不累吗？怎么样？我先放虫子 R 还杀不了，那虫子其实伤害不高，每次命中30点伤害，有个屁用！干嘛？啊？那就没办法。哎，这螳螂是个腰带呀。给俺们家野区干穿了。耶吼！马尔扎哈塞不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我今天让你看看这马尔扎哈怎么塞啊，小伙子。这减速挺恶心呐，这都能减速给我减死啊！我天哪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这马尔扎哈怎么塞啊。嗯。谢谢蓝莲汉的猴。那蛮王3级，人家7级。哎呀，哎，不对呀，那蛮子是上单啊，为啥变成剑圣上单了呀？别去了。打不死，沉默，完了，这，往下路走一波，抠一下，还好我们不缺蓝。我不知道那螳螂在没在我左边啊，这怎么办啊？不过我现在能秒他。又想用同样的方法来杀我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嗯，我会死在同一个地方吗？我们勾引着螳螂过来啊，这一波。
往左边走。沉默，别逃我！哎呀，还行吧，勾引算是成功了。啊，其实是勾引成功了，你们不知道我勾引他为了什么吧？为了不让他打小龙，他只要不把小龙拿了，我们家这把就输不了，知道吗？没死的，死了没事，走吧。哇哦！现在小龙也没，他没打小龙，没打就行，问题不大。看看蓝 buff 有没有，小龙也行吧，我们只要拖他小龙打的时间就可以。打个蓝 buff， 溜了。蹲我，来蹲。这都慢慢发育，这都不着急。上楼把这铁人给我杀了。来，等一下剑圣的 Q 啊，先干嘛？上来先第一时间沉默 W 一接吸，再沉默耗点盐一 W 溜，胖子，再沉默 OK， 回中，来不回中，把上路塔推了。对面螳螂能一打五，不可能，螳螂这个英雄不可能一打五。把塔推了，我们是一血塔，沉默。跑得好快哦，幽梦之灵，哎呦，出个美甲窃魂卷啊。下路收一波，别给我点，我无敌了，别点，啊，别给我点，谁让你装杯的？啊，谁允许你装杯了？我问问你，有没有人允许了你的装杯，小伙子？啊，谁？沉默啊，不对，哎，干嘛？这里有没有螳螂？上路守波线啊！
们根本就推不进来。你们根本就推不进来。和苍穹遇见的一样，不上了，他交闪了，算了。这马尔扎哈最尴尬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大招啊，没有点燃时间范围远，点燃不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点燃呢、啊，是1000块。不加了。对，点燃，点燃距离太近了，大招跟点燃的范围不一样。我直接把大天使除了吧，省了一会儿还得除墨迹。这个杀银书，其实得要冰杖，冰杖。勾的，来吃。快走，锤石！我们不受岁月左右。可以杀维恩吧，他们俩。这个维恩，天沉默。带沉默，踢不到，来打到打小龙，小龙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打个蓝，不追了。沉默。500块，然后剑圣没有抠吗？早点帮我把螳螂杀了就好了。我这冰杖好像出不出来了呀，我需要冰杖、沙漏跟帽子。嗯，那我美甲窃魂卷就不能要了。冰杖、沙漏加猫的，可以不用猫的，不用猫的法强低呀、啊。现在这个版本，这法师的尊严不是猫的吗？加沉默，一打不溜，再扣，
1W， 哎呀，还是把我砸死了。没有虚区，那这怎么？不要了，美甲窃魂卷，来冰杖。走下中啊，走下中路。为什么不守中啊？哎，中高地不能掉啊，高地掉了不输了吗？沉默啊，把我扭捏。一打把妞放扣。行嘞，一打把妞放扣。想闪现。一技能传染病放扣查眼。不用害怕，那螳螂一个弟弟。那人多他是个屁。沉默，再一死了，打大龙，跟我大龙兄弟们，很快啊！快打龙，还在那打蟹，快点的！你干啥呢？你赶紧把龙打了呀！你打那几秒钟，这龙都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维恩再敢回头，直接一个紫沉默可以打。算了，那不打了，回家守线啊！不狼了，这波溜了。小龙还我们家的第一条，给我守中，等个盾，等着他们先守我。沉默，沉默，沉默。W 的点燃沉默死，还有这儿呢，忍者杀，给我中推，你敢回头一下，我就沉默你。来，我有盾，没事，不怕那螳螂。沉默，哎，被我沉默了，死了，又被我沉默了 ，1W 沉默，平 A 死了，传染病，我还需要一个沙漏和猫子，给我打个蓝。谁的龙吧？小龙太重要了，只要小龙不刷，就可以不跟对面打。我先来猫子吧。这马上都差400块钱就猫着了，不给他来个猫着。
猫着了，猫着了。光头干哪？没打着吗？应该打到了，感觉。被动推，嘿！八方六翼，沉默点烟，放小虫传染病，沉默。平 A 死，中推。我说了，这都随便玩，随便赢，这都。那螳螂那根本就不是玩的，都没有用。那俩人走一块儿，他推不了塔的英雄。站着干啥去了？沉默 ，W 一平的中死 ，nice。W 沉默一，抠一下 ，W 一平的沉默。打我了，快点传染病。还能不能拆了？费点劲了吧，好像不拆了，溜了。沉默，可以勾。沉默，打不了一。沉默，我九秒有到。小龙大龙一起走吧，来一起走啊，来一起走，我们必须得要沙漏。要个屁沙漏，我来个水银，我只要让他们家那铁男大不了我就没事。打破了一颗沉默，滋，人呢？大龙呢？哎，好勾，沉默，闪现一沉默，平 A， 一技能 W 沉默。一技能沉默，小虫子沉默，一技能放水银没屁用，一波了。这个水银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大天使没用啊，大天使不让用，大天使是不能用的。